现在证实我们真正相信的，你看这个地方讲的啊，横竖万法成为一大缘起，法法交彻，这个被量子力学证明了啊，这个话是3000年释迦牟尼佛说的，证明了整个宇宙跟我是一体啊，一个生命共同体，无论是物质无论是精神都是共同的。我们今天地球成了问题了，灾难这么多啊，到处都是以前所没有的啊，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？量子力学知道，佛法知道啊，量子力学近代说的，佛法是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说的啊。你要晓得原因的原因，这根本原因是念头啊。谁的念头啊？我们自己的念头，起心动念啊。啊，这个念头要是正啊，邪正怎么分？与心性相应的是正，与心性相违背的是邪。啊，但是我们还是找不到标准呐。啊，佛为了要教初学，啊，教我们这种程度的人，啊，佛为我们说出十善业道，啊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行，不妄语，不敛舌，不绮语，不恶口，不贪，不嗔，不痴，讲了10条。我们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绝不违背这10条，这是真。啊，如果违背了，啊，杀生、偷盗、邪行、妄语，那就错了。那就违背心得了啊，随顺心的为之善，违背了了，那就叫恶啊。这善恶有标准了啊。那么在中国老祖宗告诉我们，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，说得很详细啊。如果我们能够遵守，这是善；如果违背了，那就是恶。啊，地球跟我们这个身体是一个生命共同体，我们念头能影响自己身体，能影响居住的地球。为什么？大乘教上佛常讲，一切法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识就是念头啊，念头能产生变化啊。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我们身体是心想生，我们家庭是心想生，我们的社会是心想生，我们的国家也是心想生，我们这个世界、这个地球、这个太阳系、银河系，全是心想生。啊，念头主宰一切呀！啊，念头正，啊，遵守古圣先贤教诲，
他们那个东西不是他创造发明的，啊，他们都是见性的，随顺性德，那么又不善的，啊，你自己身心健康，家庭幸福，事业顺利，啊，社会和谐，世界大同，它怎么不好呢？那我们居住的环境，所有灾难都不会起来，做得到啊？不是做不到啊！啊，这些道理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哦，原来我们只要把念头转过来，啊，断恶修善，改邪归正。啊，转迷为悟，问题就解决了。啊，这个地球上灾难没有问题啊，可以解决啊。啊，那我们在想呢，得多少人转过来才有救啊？啊，我们的老祖宗啊，佛门这些祖师大德给我们说啊，说了一个原则啊，少数人做也能转多数人的业报啊。为什么呢？叫邪不胜正，你少数人这个念头是正念啊，今天全世界的是这人是多数，他们是邪念，把地球搞成这个样子，把社会搞成这样的。那要多少啊？多少人转变了，才能改变这个社会呢？啊，这是量子科学家告诉我们。啊，估计现在世界上人口大概64-65亿的样子。啊，64-65亿的人口。啊，那多少人就能够帮助真正转变过来呢？他大概8000人的样子。能有8000个人。啊，真正觉悟了，真正回头了，哎，就能够把整个地球60多亿人造业能够把它转过来，这么听起来不太可能呐，啊，啊，那8000人少数啊，啊，所以我们能够接受，能够相信啊，那就是。相信古人不会妄语，啊，佛菩萨不会妄语，讲的是什么？邪不胜正，啊，多数人这是邪，啊，少数人是正呐，啊，而且正很容易呀，啊，能转变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人都有本性。啊，我们的老祖宗教导我们，人性本善。啊，你看过去教同盟的三字经，头一句话，人之初性本善。啊，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告诉我们，叫本觉本有，不觉本无。啊，本觉就是本性、本善、本有啊，不觉就是迷啊，就是邪。那不善呢？那个自信里都没有，自信里头是纯净、纯善。啊，所以只要你好好的教他了，很容易就回头就转变了。
去教育太重要了。释迦牟尼佛开悟之后，一生从事于教育。啊，他是什么身份呢？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，他是职业老师啊，一生教学啊。啊，他教什么？啊，教我们大家认识宇宙人生的真相。这不是迷信啊。啊，这个里面有最高的科学、哲学。啊，我到早年学佛，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。啊，方老师告诉我，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。啊，我学了59年了，证明老师的话正确。老师没骗我，啊，我发现了，不但是最高的哲学，也是最高的科学。啊，今天全世界科学哲学还不能解决的问题，全在佛经里头。啊，科学的发展能够把佛经里面很深奥的东西证实了。用科学的手段证实了，这是一桩好事啊！啊，现在证实我们真正相信呢？你看这个地方讲的啊，横竖万法成为一大缘起，法法交彻，这个被量子力学证明了。啊，这个话是。3000年释迦牟尼佛说的啊，证明了整个宇宙跟我是一体啊，一个生命共同体，无论是物质无论是精神都是共同的啊。弥陀佛啊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